讲大岛李安的名作《少年拍的奇幻漂流》，重要场景都在台中水南的造浪池完成，堪称台中之光。因此，新社花海节其中一个重要的造景就是这艘船和那只老虎，造型栩栩如生，引来民众围观。哇，加啦！兔子穿螺旋花裙，爱丽丝城堡迷你可爱，还有花朵中时针分针真的会运转，非常的生动。花海不但可以用相机拍，从空中看更是壮观，五颜六色的花朵就像是一个最缤纷的画作，而且阳光照射下来，让主题展仿佛真的有了生命，花的种种风情让游客怎么样都看不够。还不错，对啊，很适合小朋友带，就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。那个颜色很丰富，所以如果就是有喜欢拍照的，可以一起过来。新社花海节希望吸引300万人次光临，预估一个月花季可以创造15亿的商机，让摊商笑呵呵，游客也能尽兴。来这边可以住民宿，然后还有采果，还有 DIY， 那还有香菇街，还有新社古堡。还有薰衣草森林，很多很多的景点。假日人潮满满满，如果不想忍受塞车之苦，可以选择非假日出游，充分享受花的魔幻感，秋天的浪漫。